OK，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说唱入门教学啊。会，给点状态，给点状态。就只要我跟你们这么说，只要你们肯跟我学，说唱会变得像呼吸一样简单。OK， 那么今天要讲如何让你的说唱歌曲变得更好听啊，送分题，记结论就行了，抄别人的 flow。Migos、Drake、海尔兄弟，谁火就是谁的。咱比如说那个 I'm about shit interesting， 总是被当成眼里的钉。我是活过了所有的病，东北地上跑，我是天上的鹰，是天上的星。It's so funny， 我的 2023， 感谢你的参与。下了飞机，抱住我的手机关闭，别来找我，你不跟我没有关系。我说你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you're here。借了几个月，没钱又来跟我借，我帮了你都不会说声谢，不会做人，拿什么做音乐？所以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here， 这说唱不是比口吃，我写的歌都像一首诗，不像你们高仿的米狗斯。嘿 ，Raindrop，Drop，Top，At the bus stop， 已经把 hot dog， 专辑料都是高的，用耐心剪掉的焦躁，足够锋利，所以需要刀鞘。我可没有梦想的人，从来不打交道，跟妈妈打过的包票，早就发过誓，一定会成为大的骄傲。Hold on。My last road just went viral。 这一天我一直等了太久，哎，期待的属于我的 title， 哎，我会珍惜每个机会，因为知道失去了未必再有，哎， Stay focused， 专赛手，哎，有没加码通过每个隘口，哎，嚣张的高级不管路会太陡，上坡路就低着头，六 can be humble。 简单吧，所以只要你会抄，你就可以成为一个 rapper。有没有想试试的？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如果你真的喜欢抄的话 ，Y'all can try to copy this. Let's go, swee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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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没难度，加了函数，我是这样的爱斯坦。Oh， 我在环顾，够残酷，为了他们在思考。Oh， 别人拦路，是把我缠住，那我不会再心软，不是因果的顽固，中国的残酷，到了终点，我才能够跳到所有欢呼。Oh， 要做的事情列搞乱。错不到西半路会受害 ，So what？ 全是怪猪啊！如果我制定个战术啊 ，Save myself， take my time， 没有多少时间 ，You get fired。这是个不拉的怨我啊，脚踏实地的变强。上擂台的我请你们见谅，我的实力是个不确定的变量。线下或者是线上，我都留下深刻的印象，突破了每个的现状 ，Wiz 马上就会展开现象啊！井底蛙玩的花，装的酷，我给他们不管不是因为吃了素，我给他们走的根本不是一条路。我跟努力的就不敢想着没天赋，这不跟风怎么能够让人记得住？烂作走着旧的路，那就活该被我砍掉那些苦的树。你该考虑如何才能